今日，请坐。各位哈，咱搁来继续啦，搁剩差不多35分尔吼，啊，就会当食饭啊啦吼，较艰苦者，较艰苦者，啊，我即摆就是讲即个题目啦吼，就讲1920年代吼，迄是日本时代啦吼，到即摆以来，即个各年代啊是各时代即台湾精英吼。对时代的这个反应，对时代的应应吼，到底是安怎吼？啊，咱来了解一下吼。1920，这个疫情啦吼，台湾人嘛是有反抗这个日本啦吼，是武力反抗吼。啊，尾仔知影讲哇，这牺牲太大了吼，要反抗一个。啊，这样有组织、有纪律的一个政权哦，迄白白牺牲吼、哦。啊，所以从1920年代这个年代开始吼、哦，台湾人改变一个反抗的方式，就是以文化来启蒙台湾人吼、哦，无要用武力来反抗啦吼、哦。啊，一直到即马1920，啊，即马2012年啊吼，哇！将近一个世纪啊呢，要到100年啊吼，啊台湾的地位吼嘛是无改变吼。啊，1920年代，咱知影吼，有一个新民会啦吼，伫这个东京成立吼，啊这是那像1970年代吼，世界各地的这个台湾同乡会吼，即伫日本的留学生吼，啊成立这个新民会。吼、哦，啊，1921年，吼、哦，咱拢知影有一个台湾文化协会，吼、哦，成立，吼、哦，啊，领导者就是蒋渭水，吼、哦，啊，这个林献堂先生，吼、哦，啊，1922，吼、哦，隔一冬，吼、哦，就一个台湾议会基层同盟会，吼、哦，啊，领导者是林献堂先生，吼、哦。啊，台湾议会基层，这是年纪啦，哈、哦，啊，所以读了较袂讲遐顺，哈、哦。啊，咱知影林献堂先生，哈、哦，啊，伫武峰，台中武峰，哈、哦，啊，会算是台湾五大盟族内底的一个林家啦，哈、哦。咱知影一个家人，哈、哦，家人姓颜的，哈、哦，颜家，哈、哦，啊，一个台北县这个某一个林家，哈、哦。啊，台中就是林献堂先生吼、哦，这个林家吼，伊、哦、对于台湾确实啊非常有贴心吼、哦，啊非常有贡献啦吼。当然，伊这个因祖先吼、哦、啊开始打拼来台湾打拼吼、哦，啊累积不止啊济的这个财产吼、哦，啊伫台中武峰迄个所在吼。哦啊，台中人较早一挂学员，台中人吼，嘛来讲哦，伊目睭看的这个所在，土地拢因的了，对了吼，确实真吼，真有钱吼。1926吼，就是台湾农民组合吼，这是屏东迄方面吼，啊，领导者就是伫蒋介石调岗吼，啊，蒋介石是一个老师吼，是一个小学老师吼，啊，结果伊怎啊死掉吼？来领导这个啊农民吼、哦、啊来向这个会社啦吼、哦、来这个争取农民的权益吼、哦、啊较早屏东遐农民就是正农啦正甘蔗吼、哦、啊正甘蔗呢，互会社来做糖啊会社做糖了呢外销吼趁外销安尼吼较早就是干那糖尔尔啦吼。哦啊，1927年吼、哦，这个文化协会分裂吼、哦，啊，迄当时就是讲台湾人呢有这个左派、右派的这个想法吼、哦，啊，所以发生分裂。啊，分裂了后呢，啊，一挂人去组这个台湾民众党吼、哦，啊，这就是台湾政治史内底吼第一个台湾人组一个政党吼。哦啊，并不是民进党，吼、哦，是台湾民众党，吼、
1928年吼，台湾共产党吼，伫上海成立吼。1930年呢，有一个台湾自治联盟吼，就林献堂先生啦吼，蔡培火先生吼，这是要要求日本政府呢，允准台湾人参与这个地方的这个选举吼，参与这个政治吼。所以以上这个社会运动呢，是要争取台湾人的参政权吼，并不是要要求讲变成做一个独立的国家啦吼。因为迄当时台湾受日本的统治，嘛是日本的领土，是日本政吼所以毋是要要求独立啦吼。所以伫即个运动、社会运动的过程中呢，真侪真优秀的台湾人吼，互日本起诉判刑吼，掠去关的吼，真侪啦吼。即我是干呐写几个人尔啦吼。迄当时日本判刑呢，上计差不多10天、20天吼，毋是国民党来拢20年吼，无期徒刑、枪毙者吼，毋是。拢差不多安尼尔吼，即个人呢拢真有名诶台湾人吼，咱知影即个罗浩先生啊，诶医生吼，彰化人吼，真有名诶即个彰化医生吼，伊对文学啊真有即个深入诶即个研究吼，一方面伊看伊看病人，一方面写小说哦。伊的小说真有名吼。有一天呢，特别李高梅啊吼，伊将伊即个小单吼，哇，一大沓安尼摕起来看吼，因为迄个年代吼，真侪艰苦人破病找医生，无多付医药费啊，拢欠烧啊吼，所以小单足济安尼吼。哇！伊就咧想讲，哇！这小单，这小拢收顿啊吼。今年好过年吼，当要去收啊，唔去收吼，伫遐想一暝吼，二九暝想几暝吼。隔工呢，伊将遐小单呢，规个收掉吼。因为种艰苦人，你甲讨吼，伊嘛是艰苦啊。遐侪人艰苦，不如伊艰苦安尼吼。所以赖何呢，受到彰化人吼、非常的这个尊敬吼、所以赖何过身要出山的时吼，彰化人吼啊，大家拢徛伫路边街啊吼，来给迄个欢送吼，给送安尼。赖何真趣味，因即马一个祖孙啊，逐摆咧讲哇，若清明的时阵吼，因阿公的墓拢毋免去扫墓。我想啊，免扫墓。伊讲哦，伊个墓具吼，好清气溜溜嘞吼。因为人即个老百姓讲，伊个墓具的草吼会治病安尼吼，所以内底拢无草，拢草拢乌乌去安尼吼。这可能有一寡笑话啦吼。咱知杨贵，杨贵即个人啦吼，台南人啦吼。杨贵，伊原来写小说嘞吼。伊是拢用日文写吼，真好写吼。迄当时赖何先生、赖何医生啊，办一个迄个文学杂志吼。杨贵就伫遐定义这篇小说吼，叫做《散步夫》啦吼，咧散步做爱人吼。真长啦吼，所以分做两期吼，来定吼。第一期定出来吼，哇，日本政府来干涉啊！讲哇，你安尼袂散吼，你拢安尼反政府反啊，遮厉害吼，怎啊你袂使顶？所以赖何先生呢，我讲安尼好啊，你袂当整，无你这篇小说呢，来寄去日本吼，去参加比赛吼。所以结果伫日本呢，得到第一奖安尼吼。所以嘛，真优秀诶，即个文学家吼，即种文学家吼。杨贵本来这个贵吼、是贵重的贵啦吼、不是即马这个贵吼、罗浩医生个建议讲，你爱用改做这个贵吼、
因为水火团内底有一个李鬼吼，专门咧打抱不平的吼。啊，你若改做这个鬼吼，加足有力的咧吼。啊，所以以后单拢用这个鬼吼，一直到伊过身啦吼。啊，这也真趣味吼。啊，这个张亲戚伊嘛是文学家吼，叫文学家。1934年吼。啊，咱知影有一个太阳殿啦吼，啊，因为我本身即马拢咧画油画吼，啊，对艺术文化较趣味吼。啊，1934年有这个太阳殿，就是讲以台湾人的这个主体意识啊，啊，的表现，所以伊才做这个太阳殿吼。啊，这个创始的这几个咧。画家，这个陈迪奇吼，应该毋是创始者吼。陈迪奇伫1931年就过身啦吼，所以这毋对吼。啊，陈迪奇是十几个人吼，十几个人真非常优秀的一个画家吼。啊，真可惜吼，啊，真早过身吼，差不多过身的时阵是。26岁尔吼，真无彩吼。啊，剩个伊遮人啊，吼廖介春吼，大家捌听李石朝、颜水龙、李梅秋、杨三郎、陈林波吼，啊，佫真侪啦吼。啊，遮个即个画家吼，伫即个年代，都非常伊个成就了，非常吼了不起啊吼。即马。陈定波、李廖介春因个画啊，伫国际上啊，拍卖拢上亿个呢。哦，可见吼、哦，因个即个造纸啦吼，因个功力吼、哦，啊，确实无简单吼、哦，真无简单。啊，即就是咱即个过去个前辈啦吼、哦。啊，陈定波咱知影是嘉义人吼、哦，嘉义人啊，真有名个画家。伊过伫1947年吼。哦代表嘉义的这个社团哦，走去这个水上和咩军哦，啊，要去协调就对了吼、哦。啊，结果你一个新书啊去和土匪协调，要来协调，当然先啊去掠起来，先啊掠起来，掠去枪毙吼，伫迄个嘉义火车头头前断死吼，哦，这陈定波吼。哦啊，所以拄仔有讲啦吼，1941年即个太平洋战争吼啊开始爆发啦呢吼，啊，迄、那个年代啊，三抗年代、四抗年代，迄、那个风气就是讲台湾即个青年、少年呢啊，家境袂歹吼，啊，拢去日本留学吼，含、啊、即个六抗年代、七抗年代相共吼，啊，台湾人去美国留学吼。啊大家拢走日本吼，啊，因为战争的关系，啊，遐台湾人伫日本吼毕业了后呢，啊，有诶无毕业诶，啊，就走咱中国诶即个华北去吼，啊，因为日本伫中国东北也好，华北也好，伊成立一个满洲国嘛吼，啊，因为满洲国成立需要足侪人才吼。啊，台湾人因为要找机会吼、哦，所以真侪去到迄个所在吼。台湾人伫迄个所在有4-5千个人吼、哦，大部分是拢医生啦吼、哦，医生较侪吼、哦。但是因去到中国了呢，唔敢讲因是台湾人吼，因、哦、彼此呢拢用白纸吼、哦，用白纸来做暗号，讲咱是台湾人啦吼。哦啊，迄、那个年代无法度去日本读册，即个子弟啊，啊无法度战争爆发啦，吼、哦，有诶日本政府征调，有诶做兵诶、做军夫诶，吼、哦，啊就送去南苗诶，吼、哦，啊拄有讲吼，啊真侪拢伫遐战死吼、哦，啊1945年吼，即、哦這个中战吼、哦，啊是停战了呢，啊则伫。中国这些台湾人啊，有的当然真欢喜啊，讲哇，那回来祖国的怀抱啊，呢吼，啊，这祖国牌要回来吼，回来台湾接受台湾啊吼，
啊，结果呢，经过两年了，哦，开始杀人啊，哦，啊，即个捌伫中国大过转来吼，真侪伫二二八嘛去杀死的吼，啊，拄拄也有讲啦吼，迄陈林波先生吼，啊，佮即个张七郎佮因一挂囝吼，即花莲人吼，啊，即个张七郎是医生吼，伊三个囝吼。当真优秀啦吼，其中一个嘛是医生啊，啊结果呢，中国兵啊来呢，我去拢掠起来，三个囡仔总掠落对啦吼。啊，伊一个上细汉的囝，因为落地内底毋知地一个纸条啊吼，有写军医啦，啊所以迄个囝甲放出来吼，啊剩的两个囝吼，甲即个老爸拢枪杀吼，一家三个人吼，拢枪杀去安尼。哦，所以这个二二八吼，George Kerr咧写是讲差不多20,000人左右吼，哦，拍死吼，啊，真侪拢讲唔灵啦吼，比这个较侪啦吼，确实个数字即嘛嘛无人知咧吼，啊，你杀无死只人命啦，走路啊，走啊吼，啊，所以像这个食雪红、杨克红吼。即台湾共产党诶，即台中吼、哦，台中诶人吼、哦，啊，食雪红是非常传奇诶一个台湾女性吼、哦，是一个勇女吼、哦。啊，咱知影，伫迄个年代，查某囡仔普通拢无必要读册啊，何况是一个勇女吼、哦，啊，所以是无读册吼、哦，啊，有法度靠家己即个拍拼自修吼。哦到尾嘛，互送伊到莫斯科大学读册安尼吼，伫即、這个啊共台湾共产党的领导者啦吼、哦。所以二二八时阵，当然国民党要掠啊，啊伊安那走离开台湾呢？伊就想讲，啊上危险的所在，就上安全的所在，啊所以伊从走来高雄遮营，到国民党海军遐嘛吼、哦，啊伊就坐国民党的军舰。坐去中国吼，啊，怎留伫中国安尼吼？啊，遮有一个廖文杰吼，咱捌听的吼，训练人吼，伊、哦、是台湾即个临时政府吼的人吼。啊，苏明先生这個、人啊，即马伫台湾吼。啊，廖文杰训练人，这個、廖家吼嘛是大将吼，真优秀的这個大将吼，伊即、這个大家将呢。出六个博士，好、哦、啊，拢美国博士呢，真无简单吼。伊、哦、本身嘛是那种是机械博士吼、哦，啊，伫日本吼、哦，啊，从事独立运动，啊，国民党要掠，啊，人伫日本里面个掠，啊，国民党真了受，我掠你袂着呢吼，我掠你兄弟啊，我掠你兄弟个囝啊，掠你兄嫂啊，啊，伊大族个这财产总没收。吼、哦，啊！甲廖文杰讲，你要转来无？你若无转来吼，伊、哦、兄弟判死刑，财产没收。吼、哦，各位，你若是廖文杰，你要哪决定？吼、哦，你是要为着台湾坚持落去，还是要救恁这兄弟转来？所以嘛是天人交战啦，吼、哦，到尾决定转来，吼、哦，啊，一挂兄弟弟啦，吼、哦。无期吼，死人变无期，无期就关几冬吼，啊，到尾放出来吼，啊，一部分的财产有形啦吼，啊，到尾安尼廖文杰就互伊派去石门水库，去顾遐水库了对啦，吼、啊，一个博士去顾水库，啊，到尾嘛真郁准吼，无几冬伊就过身啦吼，哎、啊欸，真优秀的台湾人吼，啊，苏明先生就讲吼。啊即嘛是去日本吼，啊，读即个日本大学的吼，啊，一生为着台湾独立吼，拼到即嘛90几岁啊，还搁咧拼咧，吼，所以咱就来佩服伊吼。啊，伊当时二二八的时阵，国民党要甲掠，伊嘛爱走啊，啊是安怎走呢？伊当时就是讲台湾外销就是金蕉吼，屏东的金蕉运去鸡人。啊，家人爱上船啦吼，啊，较早今朝是用迄竹篮啊吼，一人一人安尼吼，
啊，靠迄个空工吼，用手举的吼，较早无去重机讲安尼吼，都安尼啊吊起，毋是？啊，伊叫做空工啊吼，啊衫脱起来安尼吼，啊今朝人啊安尼就害起来，害脚仔片就安尼派去船顶吼，啊去到船顶了就避咧，避到船内底吼，啊船船就驶到日本去跳船啊吼。啊！跳船死毋死？搁予警察抓咧，日本警察甲抓着咧吼，要甲送倒来台湾。啊，国民党毋知影咧吼，国民党发一个公文去予日本政府，伊讲要通缉即个苏明安尼。啊，苏明讲，因为国民党要甲通缉吼，啊，所以我来日本请即个政治庇护啊，啊，所以伊有证据啊，国民党迄条公文有证据吼，所以政治庇护予伊吼。所以，互伊留伫日本吼，所以国民党救着伊了，对啦，吼。啊，1949年吼，啊，拄拄啊讲吼，即个蒋介石甲伊集团流亡啊来台湾吼。啊，咱知1949年以前，中国有一个啊，中华民国有一个国民党吼，但是1949年伊下野啊。啊，1949年国民党、共产党拍败，国民党是消灭了哦。其实，伫已经消灭了一个国民党吼，结果伫台湾阁活起来吼。伫1950年呢，蒋介石伊讲啊，我要阁倒来做总统啊吼，叫做复行世事啦吼。伊历史是安尼写吼，讲伊要倒来做总统啊吼，啊真正伊就做了吼。复行世事，啊，复行世事了呢，开始镇压嘛，吼、哦，掠人、清乡、杀人安尼吼，啊，所以真侪台湾人都唔敢出声吼，都避落去一个地下吼、哦。啊，1952年呢，拄拄有讲吼，即、哦這个旧金山合约啊生效吼，了、哦、呢，日本放弃台湾的一切管理吼。哦啊！1950、60年代，吼、哦、啊，即个走诶，走去国外，即个台湾人呢，开始伫美国、日本啊，从事即个独立运动，吼、哦、啊！伫1956年成立即个 Formosans Free Formosan， 就是台湾人诶自由台湾啦，吼、哦、啊！1957年台湾开始双固，吼、哦。啊，所谓的这个省议会五虎将啦吼，即咱拢知影吼。啊，1964年呢，潘明敏先生啊，甲伊两个学生吼，贾聪明甲这个魏定条吼，魏定条已经过身啦吼，发表这个台湾人、台湾人民自救宣言啦吼，这是1964年代吼，啊，真勇敢呢，敢安尼讲吼，因为。自救宣言内底写讲安那呢？反攻大陆无望啦吼！伫、哦、迄个年代是反攻大陆去的呢。你甲话反攻无望啊，即抬头做啊吼、哦、啊，所以就三个拢掠了对啦吼、哦。啊，掠个因为潘明敏先生国际上真有名一个学者吼，无啥敢甲迄个甲软禁，甲软禁伫因兜吼。哦啊，是讲软禁遮久啊吼，伊国民党要出啥物后步，伊毋知影烦恼啊。伊是讲伊个性命嘛危险嘞吼，伊讲要走离开台湾。喂，啊要安怎走离开？人方软禁嘛，24小时拢人伫遐咧顾啊。啊，伊想一步，想啥步呢？伊就要逐日着徛在伊客厅个头前窗仔头前，啊，互迄、那个那个监视个人看嘞吼。开始流喙手、流头毛安尼吼，过一段时间活了胡手安尼吼，头毛安尼真济吼。有一天暗时呢，一个美国宣教师叫做 Thornberry 吼，伊嘛是胡手的啦吼，伊来个拜访啦吼。啊，结果呢，拜访了迄暗呢，无转去啊。结果转去毋是宣教师转去。是拼命命流窜出去安尼吼，伊都喝酒烧烧完吼，啊，隔工再时呢，这个宣教师喝酒的吼，嘛徛在窗仔呀，互迄个监视的看，哎，啊，伊都还佫伫遐吼，
啊，报告照写呢吼，啊，结果人背甲水底啦吼，哎、所以这嘛真趣味吼。1970年啊，伫美国呢，有些世界台湾独立联盟啦吼，啊，拄拄有讲吼，这蔡同英做主席啦吼，啊，赵三郎副主席吼，啊，这人是拢即摆拢倒来台湾啦吼，啊，我当时是秘书长啦吼。啊，70年啊，走离开台湾，啊，有七种案件吼，啊，71年呢，是蒋介石介代表吼，伊驱出联合国吼，啊，但是教科书拢甲咱讲安那呢？中华民国互驱出联合国，这毋对吼。迄、那个联合国决议文呢，写甲足清楚，就是讲蒋介石甲伊个代表驱出联合国。中华民国呢，伊个席位呢，还阁留伫联合国，但是中华民国名呢，改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吼、哦、啊，所以咱若要用中华民国倒转去联合国，袂通，因为恁中华民国已经就是伫迄个联合国内底，只不过伊名变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吼、哦，所以即点大家爱清楚，是蒋介石个代表。互踢出去尔吼，啊，75年蒋介石死亡吼，啊，即、这个78年蒋经国继续吼独裁统治台湾，啊，79年吼啊，美丽岛事件大家知影吼，啊，79年嘛是即个中华民国甲即个美国断交吼，啊，79年台湾管辖法伫美国通过，啊，这是美国的国内法。美国国会通过台湾管辖法，是安那一个国家家己通过一个法来含即个台湾发生权呢？因为这证明台湾呢，毋是一个国家吼。啊，台湾管辖法内底，你讲伫1979年正月初以前的中华民国呢，79年以后呢，叫做台湾统治当局。吼、哦，伊毋是叫做中华民国吼、哦，叫做 Governing Authority on Taiwan 吼、哦。所以伫台湾咧选诶，其实毋是咧选总统，是咧选局长啦吼。诶、哦欸，啊，所以即证明讲台湾毋是一个国家吼、哦。啊，86年呢，啊，民进党啊开始组党吼、哦，啊，了后呢，一直到1989年吼、哦，郑南榕先生。啊，自焚吼！啊，1990年啊，即、这个海外即个伫国外即个台湾人啊，独立运动人啊，一个拢倒来吼、哦，有诶是偷渡倒来吼、哦，啊，有诶是毋是偷渡诶吼、哦，啊，我是1991年倒来吼，91年倒来，啊，阁是黑名单咧吼、哦，我差不多伫尾啊诶黑名单啦吼。哦啊，结果91年我转来吼，我是摕瑞典护照吼，啊，伫日本签证的吼，结果来到桃园，甲冻掉咧，无要我入来。伊讲，阮即个签证吼，啊，作业错误安尼吼，我讲错误是恁兜的代志啊，我即个 passport 真的啊，啊，你签证嘛真的啊，哪袂当入来？伊讲歹势啦吼，我都错误袂当我入来，所以伫机场咧。啊，冻差不多3、4点钟吼，我到尾啊4、5个少年的吼，穿个皮夹克的吼，怎啊给抓起来吼，给扛起来吼，怎啊扛去飞机顶吼，啊，佫给送倒来东京。哦，我差不多30年后，离开台湾要30年，第一摆倒来吼，啊，踏着台湾的土地无法度入来吼，哦，我就足受气的。我安尼好，安尼我要家己倒来安尼。啊，所以我正月迄个讲出去，我6月就等上山机场，哎，就入来啊嘞，我好势嘞吼。结果我是借别人的 passport 来，啊，就入来嘞，哎呀，看无嘞吼。啊，结果我就开记者招待会，宣布讲我回来了，吼。啊，你要找我，要安怎找我呢？我是讲，即个我的故乡啊，转来无济，即我管伊啊。结果国民党安怎呢？用国安法
甲起诉，讲我非法入境，吼、哦。过去遮个入境的遮，拢判五个月、六个月，一颗罚金，吼、哦。我甲判一年呢，一年袂当一颗呢。结果我是讲，这可能判假啦，搁甲来关一年。真烦恼嘞吼！伫美国关一年十个月，台湾关一年，吼、哦，还是真无理嘞。嗯，吊销吼，啊，无法度讨嘞吼。嘿，这条销要靠民政府甲讨啊。嘿，吼、哦，爱九零年吼、哦，啊，即马转来了，大家拢跳来双股啊吼，因为无危险嘛，吼、哦，大家跳来双股哈。啊，1990年啊，李登辉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吼、哦，啊，1991年就是一百行动联名，吼、哦，啊，1996年，吼、哦，第一任的这个中华民国的民选总统，吼、哦，啊，2000年，吼、哦、啊，大家足欢喜啊，啊，变啊呢，选到总统，吼、哦，大家真欢喜，讲哇，台湾人出头天啊，吼，啊，台湾人建国要成功啊，吼、哦，但是。建国袂当靠选举啦吼，啊，所以阿扁啊，执政八年，伊嘛无法度正名，因为你要透过正名建国袂通啦吼，袂通，啊，不但袂通，家己互拍入去乌牢吼，啊，佫关伫内底吼。啊，2006年吼，啊，咱拢已经知影吼，林志升先生顶吼。有200几个人开始告美国的政府，你台湾人去告美国政府呢？你若无相当的把，你敢去告无？告美国政府，你还律师呢？啊，律师是美国人呢，美国人是摕美金的呢。哦，你告诉你就吼、哦，这费用不只济吼，你若无相当把，你敢敢？你唔敢嘞吼？哦啊，结果告嘞，啊告嘞是根据啥物呢？主要吼、哦，这个法院的判决文吼、哦，大家若有机会去读吼，足清楚，就是讲台湾的地位是安那来的吼、哦。啊，即我简单提几点啊要点啦吼、哦。伊是讲根据美国的宪法啦吼、哦，海外未合并的领土吼，顶、哦、悬的台湾人吼。哦应该受到美国宪法的保护啦，应该享受美国宪法。啊，所以美国呢，爱护台湾人呢，履行政权。哦，因为日本战败，吼、哦、啊，台湾战败，啊，你入美国来管辖台湾，啊，所以咱伫这个台湾的顶端的本土人受到美国宪法的保护。哦，啊，所以。伊即个论述啊，会使讲伫1945年以来，第一个吼、哦、向美国挑战的吼、哦，经过法院的验证吼，正确个啊，吼、哦、真正确啊。迄、那个判决文那个读吼，迄、那個、法官嘛承认讲，恁这论述伊无法度挑战，吼、哦，伊确实安尼讲啊。啊，经过3年呢，这个高等法院的判决文，吼、哦，啊，伊安尼写啦，吼、哦，伊讲伫过去60多年来，吼、哦，啊，台湾人生活伫政治联合内底，吼、哦，啊，台湾无一个一致承认的政府，吼、哦，啊，伫国际社会中呢，无确定的地位，吼、哦，咱毋知咱是啥物，伫国际上是中华台北，还是啥物，咱毋知，吼、哦。啊，但是呢，伊是讲法院呢，对啥物人有法度行使台湾主权啊？这毋是司法的问题，吼、哦。伊讲这是政治问题，啊，所以因为这是政治问题呢，所以伊将这个告诉呢，就停止啊，吼、哦，讲到这吼、哦，啊，有顶官有写吼、哦，台湾人。伫国际上吼，无确定，啊，佫无国籍安尼吼，啊，所以即个予咱一个真大个鼓舞啦吼，
啊，佮一个方向，就是讲咱要努力个方向，就爱向美国个国务院，吼，啊是伊个国会，吼，去努力。啊，咱知影即个美国啊，一直咧讲，等二零空四年直直咧讲吼，啊，台湾中华民国拢毋是一个国家呢吼。所以，咱知影吼，即个故事呢，啊，就是咱的论点，就是美国对台湾有一个管辖权，吼，啊，即个台湾的主权呢，游玩呢，啊，搁伫日本的手内，吼，啊，所以咱知影咱即个以后的努力，吼，向日本，啊，向美国安尼。哦，啊！即最后台湾民政府时代阴影啦吼，我是讲，咱那个行入去，即个乡村行入去地方吼，啊，继续宣传，即个论述吼，互较侪人知影吼，愈侪人知影，咱即个力量较会大起来。美国、日本较听有啦吼，啊，即马28届吼，上加咱即马差不多1、2000个校园啦。迄力量还阁足少啦吼，所以咱来继续努力啦吼。啊，因为时间到吼，我留一个5分钟啦吼，看有啥物问题啊，要提出来分享的吼。啊，若无就会当结束安尼吼。若无问题吼，啊，咱就。等食饭啊，吼、哦！啊，以上呢，啊，就是即个课安尼，吼、哦，啊，感谢各位学员，吼、哦，感谢，感谢。起立，起立。